杀人吗？是我的房间，不可以打开，还不快开门？得回想起来，我平常在家里都做了些什么。你不是女孩子吗？烹煮，虽然不是不会煮，但也没有到喜欢的地步。没有个女孩子的样子怎么行？电脑，pass 空。不，虽然我有电脑，但是也就在作业的时候会使用。再喜欢多一点东西，这什么？毕生目标，这些事也没兴趣。购物，虽然没有很喜欢，但有件事我一定会让我外出。让我外出的时候是为了什么呢？你这样子是结不了婚、不受欢迎的哦。这个音乐先点一下。书本，我非常喜欢书本，曾经非常喜欢阅读，但是在学校里读东西的时候，在学校里读到的东西，在家里读不了。书本是我唯一学校里唯一一个能让我独处的东西。你不可穿这种羞耻的衣服，羞耻。裁缝。我很喜欢洋装，但是没有为自己设计过。我怎么会选择穿这样的衣服？你想化妆还太小。他说，等一下，化在别人面前化浓妆要端正，不化，要端正不化浓妆，要成为一个不会让人丢脸的女人。明明都说过，你还真的不听话哦。好听的。什么东西那么大声？但是我听不见敲门声了，还不快开门！张大，你要张开眼睛，不要用那么大声的声音去盖住耳朵。你不可以逃避，不，我不是在逃避，虽然的确没有在解决，虽然音乐也没办法解决。是啊，摇滚不能为我们解决什么，但可以在苦恼中起舞哦。我在想一件事，那种长久持续下去的快感，有着沉重乐音，具有成瘾性，能够代表那样的事物名称是，我想到那个东西，我就把它取名成重金属摇滚乐吧。摇滚已死，不知分寸的臭小鬼们，终于死于和平的梦想里。但是如此，你还仍然渴求吗？已经完全成瘾了吗？呼唤我的名讳吧！你就尽管以那钢铁般沉重的毅力嘶吼声，呼唤我的名讳吧！是的，我很清楚，不管你的名死是什么，或是你主人是谁。你是属于谁的命运？我都已经想起来了。是啊，重金属摇滚乐，这就是你的名字。从黑色安息日开始发展的你，我是很清楚的。哈哈哈！好极了，你说出来了。我的名讳：地狱业火、钢铁野兽、撕裂恶魔之人。在失去光辉之时，只有我。没事。别绝望，就算光辉消逝，能有黑暗，我可是相当难摆脱的哦。我知道，好吧，带我走，带我去那家伙认清自己是什么人。嘟嘟。1969年，摇滚曾经死过一次，因为某个杀人魔的作为，抹杀年轻人的梦想。和平之类的不会到来，未来不会掌握在我们手中。看来我们也不过只是个构成社会的齿轮之一罢了。但是在隔年，把那些恐惧、不甘心全部吸收的音乐被创造出来，那就是黑色安息日。大姐姐，你知道这首曲子吧？我知道，因为很清楚，所以想起来了。那这样，那太好了，你一定也能想起来吧？我会带你走的。带我过去吧。
带我，把我带去有我在的地方吧。少年会联想到某人。哇哦！好，走走走走。教会。神父大人，神父，你说我是嫌弃的，嫌弃你会说你会嫌弃我吗？说我是恶心的坏孩子。就算你会帮助我对吧？就算这样我你还是。是啊，神父大人，我该怎么做才好？我该怎么做才能变美丽？应该有办法，还是说你要说已经没有办法了？神父，和我 是啊，和我没关系。就算是父母是罪犯，老爸把老妈拖下水，牵连很多人的集体自杀之类的，都和我没关系。就算在，就算有那样出生的我，神明面前也是平等的，不会改变，对吧？是啊，神父大人。那么，神的旨意是我得一直没有同伴，我得一直孤独一人。神会说这样才是最适合你的，你的意思是这样对吧？奇怪，怎么回事？这两个人都在说奇怪的话。神父，我没问题的。虽然我曾经犯下很多过错，但自从和你一起去教会之后，从那时开始，我就不再因个人理由而夺走他人的东西或伤害他人。我已经被原谅了。那里不是什么人都没有吗？是啊，我不需要这种神，那就去死吧。等一下，不行，哪里不太对劲。住手，不要妨碍我。那个人是我的憧憬啊。你是谁？那个人是我终于能得到的理想中的朋友。你给我等一下，你渴望的朋友，还真的是这个人的本事啊？还是说，吵死了，你不过只是个活祭品，我绝对不放手。哦，但是 ，What the fuck？ 这什么？枪纳顺，这是怎样？神父现在变怪物，你快放开他！二话不说，西村呐，放开他！哦呦，会死吗？大姐姐，不换我吧？我们约好了，你要带我走，的确是这样的，我们一起走吧。不可以哦。不会让你们靠近的，看不顺眼的人都得杀掉，随地也去做吧。什么啊？从刚才到听到现在，全部都是只会在那边说恶心的要命的话。而且说到底，喂，大叔，你有听到吗？你被那种黏滑滑的触手束缚着，看了没人会高兴的。那种角色是杰西卡美少女这的任务吧？为什么是选大叔你呢？对啊，为什么呢？你花了10年20年烦恼的挣扎的，总算才得到，把你得到的东西给抹掉的人到底是谁？否定你，抹杀你，青木影，把大叔像个寂寞孩子般逼到绝境的，而且还说你是我唯一的朋友，就是我的这种大话。去吃屎吧，混账！根本不这种会做那种事的，更不会是什么朋友。有种露脸给我看，让我把全部给打飞吧！又要存档了，点击造成心理创伤的对象，用球棒击退。把杰西卡和少年引到强纳森的地方。
强大声，回想起来吧，回想起来，回想起来什么呢？披头文学，让人联想到自由，彷徨于荒野之中，孤高而且自由自在的语言文学啊。强大声回想起来吧，回想起来，回想起来，回想起来什么了？花少男，那个祈求世界和平的年轻人天真的梦想啊！强大声回想起来吧，少年，黑色安息日。黑色安息盘旋在你内心的深处，诞生于黑暗之中，钢铁的魔兽。你真恶心！你不可以做那种事，为什么连那种事都做不好？明明每个人都理所当然，你不可以只会学着人当做做。你要用一般人的想法，照着尝试作为一个社会人士，因为大人都是这么想的，都很正常，所以都很正常的，有好好为你着想，真恶心，我才不恶心，这不是也很好吗？就算恶心又怎么样？你可以维持这样子哦，就算有点虚不灵光，口吐相恶，还竖立中指。就算因为那样感情脆弱而大声呼喊，作风也很冲动，那些事就有着相同作风的歌曲啊啊！我们就只是尽情的感受愉快，非常非常令人开心啊！我们一直跳舞，我们静静的跳跳舞，静静的跳跳舞，没有秩序的互相碰撞，摇晃头部。大姐姐有说过她也是这样子吧，我和她一起走过来咯。大姐姐，我从以前就知道你啦，虽然我觉得你一定不会知道我是，但是我很清楚你是怎么样的，我一直很喜欢你，我也受过你的帮助，打从很久以前咯，虽然你不会明白的是吗？所以这次换我来帮助你了，强大声，回想起来吧。我想起来了哦，但是我很害怕，我到底能够唱到什么时候，歌唱到什么时候？每当我这么想，就会害怕起来。一定因为我有这样想法，所以才会被选为目标吗？即使如此，我仍有无止境的、不断的在胸。中涌现出某种心情，直到枯竭殆尽为止，我都会不停的歌唱下去。强大声让我听听吧，你那道钢铁般的嘶吼！哇哦，哇哦，哇哦！很不安，很不安，不安到无法承受。只要有朋友就会待在你身边的话，你的不安就会消失。无论何时一直在一起，我说出任何事情都愿意倾听，愿意点头同意，只要我希望的事情，任何事情我都愿意为我做，那样的人你最适合了，你能够了解我，你是很特别的人，你错了，我是个平凡随处可见的普通男人吧，就算是这样，我也很渴望你。无论多少次，我都会重新来过，直到得到朋友为止。这家伙又要让一切重来吗？强大圣，你愿意当我朋友吗？是啊，就算世界观感认为你的想法
做出行为都是错误的，我也不会那样做。因为我在唱歌的东西，重金属摇滚，不会排斥你，和我一起过来吧。不管是粗野的歌曲、残暴的小说、恶心的绘画、怪诞风格的家用主机，或是洋溢的恐惧感的电影，各式文化，我都会接受你吧。你那狂暴、渴求自我中心的欲望，或是沾染疯狂姿色的孤寂，全部我都帮你唱出来吧。谢谢。哇哦，哇哦。结果，到这里来了，我超紧张要命。没事的，只是去看演唱会，你太紧张。就算你这么说，我也是第一次去啊。不过，真没想到大叔他竟然是重金属摇滚的主唱。说真的，让我大吃一惊呢。我也是呢，大概是这样才会被盯上吧。杰西啊，你是忠实的粉丝对不对？是啊，我今天也写信过去了，真辛苦啊，你真的很热情啊。虽然发生事件而延后了半年，但有一种这天终于来到的感觉。我真的期待了很久，也是呢。你都为了演唱会特地的从郊外的纽约过来了，偶尔也可以过来啊。就算没有开演唱会，我一直都来这。这样啊，那我就接受你的好意喽。好了，时间到了，我们走吧。哎，等等我啊，我。来，存档喽，第八档，这应该是，看一下，原创的 BGA 总集会哦，请选择非原创的不能听，噔噔噔，悉尼连在广播，这个。扑通扑通！哦，对对对，这个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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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噔噔噔噔噔，羽翼的基地，这个，噔噔噔噔噔，堕落的教会。这个 moon，OP，哦，就是我们片头剧内的，东京幽灵，这个。这是插图图鉴，要看吗？2017年1月8号所追加的，看，哇哦，这是我们一开始的醒来的，这是乔达斯，
杰西卡，杀人魔，就是煮出来的人肉，就是被杀的，被杀害的那个谁啊？被杀的杀人魔，就是大叔。这个，哎，我们几次有这两个人，这张有一点像，我们几次有这个啊？电锯的，哎，有哦，这大叔看起来真的好看，帅气100度，嗯，哎，这是有点忘记了，哦，这是刚才的那个，对，哦，这个还蛮帅的，看不出来他像大叔啊，这个感觉他的嘴巴是自己封起来的，有没有？还不错哎。Yo 这样子吗？哎、欸，哦，它的设定集哦，看一下，在唱歌的指向天空，哦，就是那个唱歌的时候，就是它的设定集。我不觉得它像那个强纳森，不像是有那个啊胡渣，从这边根本看不出来它有胡渣吧？哦，有哎、欸，我看到。那个乔达森，鱼的符号，杰西卡，家里的制造方式，各个房间，哎呦，这些都是乔达森穿棚场，有没有？哎、欸，哦，这一张还蛮好看的，那个光晕没了。那这个，杰西卡篇路线哦，冰印的时候了解，什么都不做哈，打哎。欸，这是重金属词汇，要不要打开来看看？好，哎、欸，真的有，好多哦！哎、欸，真的有哎、欸。披头族，我这边都会停留大概5-6秒啊，各位有兴趣就可以按个暂停，然后停下来看。好、啊，看完了。哦，所以这边就这样子而已啊，没了吗？就这样子，特点就这样子。好啦，那今天的时光就到这边结束喽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呢，就在右下方点个喜欢。如果想要看更多的系列，就在左下方点个订阅啦。我们挑一张比较好看的。我来当个结尾，我觉得这张还蛮好看的，不过它不是全景图，来挑一下哈。好啦，决定了，这个就是指向天空的，我们就在这一边结束咯，下个其他系列再见咯，拜拜。